游，我是鲁特，又来到了我们带观众去骑车了。这趟旅程我们准备前往峰山，不过这一次真的算是比较波折一点啦。故事呢，要从出发的两天前开始说起。看过这一系列带观众去骑车的朋友们，应该就会知道我们在晚上都会有一个抽奖的活动。那因为奖品的数量通常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因为自己身上也是带了一大堆的设备，所以在每次出发前，比较远的地方我就会用记的，比较近的地方就会自己载过去，当作顺便骑车嘛。前几次这样载下来，经验也算是蛮丰富的啦。但是这一次在出发前两天载完东西之后，很不巧的刚好在南部发生了一点小擦撞的车祸。 po 在 IG 上之后呢，很多好朋友及观众都跑过来私讯我，问我有没有怎么样。首先很感谢大家的关心，我是没事啊，一点点小擦伤而已。不过橘白把手刹车脚踏歪了，拉杆断掉了， case 也磨到了一咪一咪。当下叫警察，在警察局做完笔录之后，就从台南再给他骑回台中了。这是出发前两天的故事，不过故事在这边也只是画下了一个逗点。时间来到了出发前一天，因为这次的带观众去骑车比较特别一点，鲁特邀请了两位同样是影片创作者，分别是张公小胖以及台北骑士，两位都是住在台北。而在前一天的移动日，接近晚上的九点，突然接到了台北骑士的电话，车子因为不明原因，在西滨的通宵段，汽油漏光，掉卡了。最后他很英勇的请拖车把车拖回台北，鲁特再开车载他去车站搭车回台北。隔一天，他再租车来跟我们会合。一个前两天小车祸，一个前一天掉卡，另外一个一直喊着想要骑脚踏车去古坑，一行人也算是经过认证的真男人了啦。前两天接连的偶发小意外，但是我们还是勇者无惧，在集合当天早上五点半从台中出发，一路沿着台七十四线来到了园林，从141线道经过社头、二水，在林内接到台三线，来到了斗六，接着从斗六来到了位在149甲的古坑乡。这里也是我们这趟旅程的开始。哎，你不是没有来？我有啊，背后都来的。我都把你的住宿退掉了，你就要一日游是不是？我等一下就要走了，我是跟着下来而已啊。你们直接看到这个瘦胖子了，我今天的造型是很轻松的。我们这个一个月不见如隔一日啊，我们明明三个礼拜就想要见面而已。我跟你讲，我觉得这是鲁特的那个策略。为什么？因为你一直约我出来，我根本没有时间剪片。等一下，在那边骑脚踏车的。上个礼拜我去骑五岭，哎，对，那是你自己要去骑脚踏车的。对，我他妈根本没有时间剪片的。而且很多观众啊都说那个鲁特什么赢小胖了，没有，我早就赢了。我在去年的那个澎湖，他到现在都还没出完。我澎湖早就出完了，好不好？好啰嗦。你最后一集澎湖到底什么时候出啊？最后一集澎湖，我猜应该是明年的这个时候了。橘白非常可怜，这个杆这个拉杆他妈已经断了，然后我的把手现在有点歪。个人是觉得最让我伤心的是这个引擎的 case 有点去伤到，然后这个刹车的踏杆呢也是歪歪的。不过即使虽然这样，但是我们这一趟呢，我们还是抱持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情带观众出来骑车。这次我们的观众的人数大概14位15位，有一个确诊，所以他没办法来，没关系，我们会继承他的意志一起骑爆我们的峰山。这次我们行程我们是去那个阿里山，因为阿里山其实很大嘛，几乎整个嘉义山区。以往我们去阿里山我们都是去那种周族的那种部落，不过这次呢我们要去一个汉人的部落，那边叫峰山，丰富的峰，山岭的山。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是后来有人介绍了我才知道的。我们现在已经在那边集合了，今天的天气非常好，非常的热，很多云，但是呢我已经晒到整件衣服全湿，像刚洗完澡一样。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哥哥照旧帮大家服务一下，贴个贴纸，这次还多了在封禁上签名的服务。服务完大家之后，我们也准备正式出发了。这次的观众数量比上次少了一些，原因是因为这次的行程路真的是蛮小条的。除了路小条，在出发前几天因为有观众确诊，所以只好留点遗憾，下次没有确诊再参加了。从 Seven 长景门市出发，我们也来到了位在149甲线上的中油东河站，在这边先把油量补满，因为我们今天即将深入云嘉南。不过云嘉南的这个南不是台南，而是南投，在三个县市之间的山区骑爆走爆，所以这间加油站可以说是在我们明天下山之前会遇到的最后一间加油站了。确保安全，还是把油补满之后再接着出发。
出发之后，我们骑在这一条全台湾最长的县道支线上，149甲，又叫草岭公路，起点位于云林斗六，终点则是在嘉义梅山的油车寮。起点和终点都不在主线149县道上，与149县道的关系也只有其中短短的4公里贡献，里程全长超过50公里，甚至比主线149还要长，小弟比大哥还要长，就是149甲了。所以我们几乎是可以把这条看作是一条独立出来的直线。而有一点很特别的是，沿着149甲线，我们会离开云林进入南投，接着再从南投进入云林，接着再离开云林进入嘉义。骑乘的当下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啊，但是回过头来看地图，还是会觉得来来回回云嘉南好几次。在西元1999年的9月21日凌晨1:47，那102秒惊天动地的地牛翻身之后，149甲线的漳湖到草岭段也崩毁了。在921大地震以及后来陆陆续续侵袭的风灾，让这条公路逐渐成为了我心中的小南横公路。时至今日，从 Google 街景上看草岭公路还是存在栅栏围住道路的景象，而也因为道路中断，所以来往漳湖草岭的在地居民只能绕道，从149甲旁边的149乙需要多花超过半个小时才能再度回到149甲线上。这样的景象持续了将近22年，直到今年的2月初才正式开放通行。从南横公路再到草岭公路，今年上半年就有两条原本因为天灾而毁损的公路重新开放，也算是蛮感动的啦。过了漳湖之后，骑乘在这里，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时间原本是静止的，公路上满满的青苔、泥土，甚至还会有落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明隧道，两边的梁柱上都已经变成了绿色了。左侧的泥土也已经叠到了栏杆以上，可能是因为这个隧道实在是太旧了，所以我完全找不到它的资讯。因应它的样子，最后我决定还是把它叫做时光隧道啦。穿越过时光隧道，路幅从这里开始会逐渐变得越来越小条。整段149甲上，如果真的要我选一段最难骑的路，那从这边开始的连续下坡法夹弯应该是名列前三名。以往骑越野车 Insta360 还有 GoPro 其实都蛮难把一段坡的坡度完整的拍出来的，但是今天来到这一段路的时候，这个坡度从画面上看起来真的是蛮陡的，加上水泥铺装的路面真的是会比较颠簸一点，前面如果又有汽车的话真的会很难骑，所以如果有想前往的朋友们，到了这一段一定要非常注意。而经过了这一段之后，我们也来到了清水溪桥，双手的末梢神经也震得差不多循环完了，所以最后我们也决定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在921大地震后的22年，草岭公路25K 到 28K 是封闭的路段。在清水溪桥这里重新开放前和重新开放后，原本的地貌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不管是公路本身还是公路旁的景观，都可以看得出云林县政府真的做了很大的努力。漳湖吊桥遗址的位置刚好在25K 附近，现在只剩下一侧的桥墩孤独地伫立在清水溪畔，清水溪奔流不息，在两侧的岩层上留下一道道的痕迹，皱褶崎岖，同时整齐划一。溪水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原本是会呈现出蓝色透亮的样子，但是今天非常可惜，夏天嘛，最近草岭在过了中午之后都会下起磅礴的午后雷阵雨，溪水自然也就变得非常的浑浊。好啊，那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出发了，然后我们停了第一个点，这边是那个草岭一号明隧道。印象中是因为921大地震导致说这边的草岭整个是走山的，那我个人是觉得这里的地貌蛮震撼的，因为它就是有点像是太鲁阁那种峡谷地形，可是被切割的那个痕迹呢又更明显。从刚才我们那个空拍画面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会被切成平台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会叫草岭，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山岭之中、山壁之中长满了草，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它叫草岭啊。不过我个人是觉得我还蛮喜欢这个地方的，而且啊，在这边它也种了一些景观的那种松树，还蛮漂亮的。Hello，Hello， 哎，叫人被加不？你们的，外面买的，是什么？大肠包小肠。然后还有这边还有卖大肠包小肠，支持我们在地小农。我们现在峡谷上方，等一下呢，我们就走那个步道下去，到峡谷下方那边就叫万年峡谷。我们刚刚去吃了个香肠，到底是来旅游的还是来吃的？我们是一边旅游一边吃。哇，它的洛神花茶超好喝的，然后三本圆也超好喝的。香肠不要吃，那你买香肠给我。这样还 OK 吗 ？OK，OK 啊 ，OK 吗，兄弟们，可以吗？上，才刚，因为才刚开始，好不好？这只是我们暖身行程而已啊。哎，你还没下来，一下来又更嗨。哦，已经快下来，没有淋一下也不会怎样啊。越野车没有在怕淋雨。对啊，OK 啦。个人是估计呢，在一个半小时之内，我们就会全湿了。预计大概到下午的一点，应该就会湿了啦。等一下，我们再去万年峡谷，在草岭二号明隧道，好不好？隔一个明隧道而已，准备出发了，狗哥。除了看风景，这一次有干话王的参与，也同时增添了不少愉快的气氛。离开了草岭一号明隧道，我们继续骑在149甲上面。在刚刚的清水溪桥，可以说是在这一段路的低点。不管是从哪一个方向过来，我们都会经过一长段的下坡以及上坡。所以离开草岭一号明隧道之后，这里我们也开始进入了上坡的路段。伴随着海拔爬升，我们也来到了草岭二号明隧道。接下来的停留点，我们在二号明隧道往下切，来到了万年峡谷。而万年峡谷让这一趟原本是带观众去骑车，变成了带观众去走路。我们现在来到了万年峡谷。Go! 右边那边写万年峡谷，可是左边这边不知道为什么要写南无阿弥陀佛。传说中呢，这里因为过去它的地形非常非常的崎岖难走，好不好？所以很多人呢走到这里都会先阿弥陀佛一下，祈祷自己平安。走，我们去走走看。从149甲线到万年峡谷，可以说是我们刚刚爬升了多少海拔，现在我们就得要往下走多少路。所以在把车停好了之后，我们也开始带观众去走路了。这一段步道从停车场的方向往万年峡谷，我们会沿着步道一路陡下，途中其实就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万年峡谷在我们的左侧了。哦，你就是摄影组了，好不好？好，你就是我们的媒体组，交给你了。到时候照片，对，再给你，直接我们 LINE 的相簿传起来。你们常走路吗？不常，常骑车，常骑车，常骑车。好，骑车我们算是已经开始渐渐的变少一点点。骑到某一个定点之后呢，下去走一走。因为骑车以前那个景色啊，晃过去的那种速度就会比较快，他没办法说我们可以马上好好的，以这种像是步行的方式啊来看我们身边周遭的点点滴滴。我个人是觉得我越来越喜欢这种骑到某一个定点之后，然后下来走的这种方式。骑车也有骑到，走路也有走到，慢速的美景我没有看到，非常的棒。见证生命力的奇迹，五代同堂。你知道为什么会见证生命力的奇迹吗？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啊一路走下来到这里，虽然只是走了大概两分钟左右，是，但实际上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坡道非常的陡，对，所以待会走回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发现生命力的奥妙。这个叫做体悟死亡的，走到快往生。哇，我看到路了，那我们我就够了。你有发现是生命力的奥妙吗？我就马上可以往回走了。上一次我们在小琉球啊，对，这个鲁特哥只是稍微走一下山猪沟就喘得要死，待会我告诉你，你真的会了解什么叫生命力。我们画着彩儿。彩虹脸，彩虹脸，我们怀念你。走了将近15分钟，我们也来到了这个原本不存在的步道。在之前因为没有这个步道，所以要欣赏万年峡谷的英姿，必须亲身走到河床上，对，就是这一大块岩石上。而岩石岩块上面因为常年的潮湿，其实长满了青苔啊，所以在这之前呢，其实也蛮常发生落水的意外的。最后才在这个峡谷的旁边新建了我目前看到的观景平台。万年峡谷是由清水溪的支流内湖溪，又叫石曼坑溪，
在岩层常年的冲刷之后，形成了接近700公尺的 V 字形峡谷。也因为同样是峡谷，所以也有人把万年峡谷称为小泰鲁阁。湖穴、急流、瀑布、深潭，在这里全部都汇聚在一起。河床上裸露的岩盘以及巨大的岩块处处可见。溪水从上游一路往下游奔腾，把这里的岩层切割得像是一座滑水道的样子。很难想象这个是 made in nature， 100% 的纯天然制造。每一潭水池看似不大，但是却可能是深不见底的深潭。你看那个水，那个水上那边变超慢，然后下来这边变超快。对啊，经过千百万年河水切割出来的峡谷地形之外呢，这附近还有整排的麝香花木。那麝香花木到底哪里特别呢？如果有经常在买香水的人应该知道，想要增加这个女性的吸引力，可以买麝香的味道的香水。所以如果季节对这边麝香花木开的时候呢，情侣来到这边逛呢，我相信应该可以增加感情。从不同的角度欣赏会有不同的美感，不同的时间前往也能看见不一样的样貌。在每一年的2月到4月是麝香木花绽放的季节，5月则是油桐花季。鲁特也是蛮建议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在麝香木花绽放的季节前往的。除了可以看见满满毛茸茸的花，时间点挑对的话，还可以跟第一集带观众去骑车的时候，在149甲沿路看到的樱花为伍，一起来一个桐花顺。今天来的时间点，大雨过后不久，溪谷中的水量丰沛，整座山谷都是奔腾咆哮的溪水声，还是蛮壮观的啦。Let's go！ 谢谢谢谢，哎，拜拜。还有小胖，这个是小胖啦，这个是小胖。没有，这个是小胖，小胖，这个是小胖，这个是小胖，新一代耶，你要写。小胖是他。好冰哦！真的吗？对。而让我觉得最累的地方是在刚刚我们从上往下走了多少路，在离开的时候我们就要爬多少的坡。回到停车场之后，时间也来到了接近中午，我们也准备从万年峡谷出发来去吃午餐了。好了，各位，我们现在走完万年峡谷了，准备往我们的午餐地点朝林小吃部出发。哥哥。接回刚刚只骑了一半的草岭二号岭隧道，其实在从刚刚我们来到万年峡谷的时候，隧道前半段内部有着大量的彩绘，梁柱使用了鲜艳的粉红色，有经过的朋友还可以仔细看一下梁柱上的贝壳，算是让我印象蛮深刻的一个隧道啦。离开隧道，在这里有一个隐藏版的瀑布，位置就在刚出二号岭隧道不到30秒，可以看见对面山壁上的一缕细丝。这个在网络上面没有任何名字的瀑布，据当地人说是只有在雨季的时候才会出现，平常的时候呢是看不到的。而高度应该是超过120公尺啊，因为我原本是想要从瀑布的顶端飞空拍机往下飞，但是空拍机都已经飞到了最顶了，大概也只拍到了它1/4的位置，所以只好把云台往上调整，才能完整的看见这个幽灵瀑布。各位如果来到这边，不要忘了仔细观察对面的山壁，好好停下来跟他合个影。穿过三号岭隧道之后，我们也正式骑完了149甲这22年来中段的路段。可能是因为路况，也可能是因为这里的资讯真的比较少，中段的这个路段在今年2月开放了之后，鲁特一共前往了超过3次吧。而这几次中遇到的人车都不算多，一整路上也骑得很顺，公路两边的景观也非常的壮观，加上路程其实不会太远，我也蛮建议大家可以去走一趟的，原路去原路回就好，小跑一下一日游应该会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经过了中段的149甲，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骑在149甲上，不愧是全台最长的支线，从早上9点多骑到超过12点，我们还在这条公路上。随着公路的蜿蜒，我们也进入了草岭。今天的午餐，草岭古早味小吃部。我们有定时份，啊，我们可以停这边吗？好，谢谢，谢谢。古早味，
小吃部。我们现在刚停好车，我们才刚停好车而已，已经飘下了阵阵的细雨了。Oh my god！ 现在雨已经下下来了。那其实这一趟啊，因为这几天台湾的天气非常不稳定，以今天早上这个状况，这个大太阳呢，我觉得老天爷已经给我们非常多面子，好不好？我也非常感谢老天爷了。等一下下午，如果雨势太大的话呢，我们可能就直接往峰山过去。那雨势如果变小的话呢，我们再去蓬莱瀑布看一下。我们现在就准备先吃饭吧。老板娘刚才有跟我们说，这里的名产就是苦茶油，养生苦茶油。吃起来，吃起来，吃起来。今天的午餐我们吃的是草岭风味餐，八菜一汤。因为在草岭这里的名产苦茶油，所以道地的风味餐呢，八菜里面有五菜是用苦茶油炸的，算是蛮有特色的啦，分量也真的蛮多的。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吃炸的，那鲁特还是建议你单点，不要点合菜会比较好。因为在吃到了最后呢，我们打包了超多炸物，应该超过四包。各位观众，现在时间接近两点了，我们在小吃部吃完了，准备继续前进我们的蓬莱瀑布。因为现在呢没有在下雨，我们就是要好好把握这个没有下雨的时光，好不好？不然等一下下来，我们可能就GG了。Go go！吃饱喝足，我们继续沿着149甲线，准备往蓬莱瀑布前进。离开草岭小吃部后的路上，我们就可以看见蓬莱瀑布很壮观的在山头附近了。其实这一段路也没有说太长啦，大概只有短短的五分钟不到，很快的，我们也来到了蓬莱瀑布。遥远的彼端呢，已经有一个瀑布的踪影在我面前了。今天的天气，老天爷真的非常给面子，完全没有下雨。听说这里是草岭十景之一，草岭第一景。前有十景，但因为921地震已经破坏掉，剩下有大概五六景。我们现在政府就是有规划新的大十景，蓬莱瀑布、对，峭壁雄峰、水帘洞、青蛙石、幽情谷、九穹神木、五元二角、云岭之丘、石壁仙谷等等，这些其实都归类超过十景。老板，我的频道有缺人，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但是在我频道没有薪水领。真的是哪里有小胖哥哪里就欢乐，天哪！我只是讲话比较干而已，好吧？走，出发了。以前啊，在这里啊，老板的阿公盖了一个缆车，不过现在呢，因为政府总是希望这个民众来到这里呢，有一个良好的维护环境，好不好？天人 对，所以说如果他这边因为个人经营嘛，没办法好好的维护，那为了怕危险发生，对，所以就现在是暂停营业的状态，暂停营业。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看看这里的暂停，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对，跟小胖出门滑雪的时候呢，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像今天我们的行程是从民宿出发，骑一小段路，然后就来到这边要走路了。那所以我就也很懒得再把整个一大卡的防水包全部背出来，想说背一个小东西，因为我只要放行动电源啊，然后 GoPro 电池小小的东西，然后适合走路的，就这样轻装嘛，我们都说轻装。这个水铝包它有两种材质，背的这个呢，它是防水的面料，它是有防水，就是有防水布组成的，然后它的材质就是防水的啦。另外一种呢，就是我的，你的这个是尼龙，你的这个是尼龙，尼龙。尼龙包，尼龙包，这个就是不防水。对，那这个是防水。可是我们在这边所指的防水呢，它不是像防水包那种，你可以丢到水里面，它真的不会进水。它没有做全封密的关系，所以呢，如果真的下很大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这边还是有可能会跑水进去的。不过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就只是提供给我们一个方便嘛，我觉得它这个包包有一个好处，就是第一个，它的格数非常多，好像是有十格吧，从这里这边又一格，里面这边又一格。这里也有很多格，好吧？这里还有，这边里面就四格了嘛，再加这一格，然后这里还有啊，我的记忆卡、麦克风、电池全部放在这边。我觉得它有个好处就是，我们拿东西的时候真的很方便，不会说一定要像防水包那样，就要把那个扣子啊又卷来卷去的，再把它弄起来。它是这样磁铁的，这样就扣好了。对，它是有一个有一点小力量的，有没有？微微的是没办法把它拉开的，我需要用一点力气才可以把它翻开。后面这里。它有一个暗袋，这个是防刮的，手机防刮的暗袋。那这个暗袋呢，我是拿来放钱包啦，有些人也可能会把它拿来放手机。这个背带的拆卸也蛮好拆卸的，所以我可以先把它背带拆卸下来之后呢，先放到我包包里面，这一袋就拿来装电池，
像现在这个情况呢，要出去走的时候呢，我再把电池拿出来，然后塞我今天要带的东西。那我个人是觉得它里面的容量是还蛮大的啦。我装了一个行动电源、GoPro 的充电器、AirPod 卫生纸，然后还有记忆卡。小弟比较会拉啦，所以卫生纸还是要带。走秀，走秀，从那边走。要看到蓬莱瀑布，我们就要先再接着继续走一段路。带观众去骑车，真的变成了带观众去走路。不过就跟我在万年峡谷的时候说的一样，其实我最近真的蛮喜欢这种骑车骑一骑，把车停下来，在附近走一走的行程。我自己是会觉得有更深入的感觉啊，毕竟149甲也骑了蛮多次的，都不进来走一走，认识一下草岭实景，也说不太过去嘛。幸好在蓬莱瀑布的这条步道也不用走太远，大概20分钟我们就会来到了蓬莱吊桥。穿过了这个吊桥之后，我们就能来到这里的观景台，然后看到它的真面目了。在草岭有实景，实景之首就是这个蓬莱瀑布。瀑布的高低落差与刚刚我们在路边看到的幽灵瀑布一样，空拍机都飞不到最顶端，而来的时间点正好是水量丰沛的季节，可以看见今天的瀑布出现了四道水流，同时从崖壁之上倾泻而下，瀑布底端的溪水再汇聚在一起，再从平台下方的斜瀑长春谷继续往下移动，飞瀑和斜瀑搭配上溪水撞击石头那天然的重低音，我只能说这个步道走了快半个小时还是非常的值得啦。在这里有两层观景台，第一层可以近距离欣赏溪水流经的长春谷，也就是第一观景台下方的斜瀑，就像是山水画中的景色。而再往上走，我们会来到第二个观景台。各位观众，我们来到了蓬莱瀑布第二层，等一下呢我们就要从这边走上去，听说很漂亮，这几个呢已经玩到全湿了。不过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勇往直前好不好，准备冲了 go。接着经过一小段的 off-road， 真的是直接走在岩石上面，不过还是要注意在下雨过后真的会非常滑，当天鲁特走着走着就差点摔得狗吃屎了。最后一步一步慢慢走来到了这条 off-road 的终点，接着把头仰到大约45度，蓬莱瀑布就会很完整的出现在我们视野之中，那些看起来很像是下雨的水滴却不是因为下雨而产生的，而是溪水撞击了岩石之后产生的水花，满满的负离子，而负离子有着空气维他命的称号，反正只要记得来到这边狂吸猛吸就对了。各位观众，我们在蓬莱瀑布，我觉得从蓬莱瀑布的下方和远方看起来，那种视觉的震撼感真的差了非常多，靠近瀑布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都会有一种心跳加速的刺激感，但是就在我心跳加速的同时，周围的水汽也逐渐的加速往我们身上落了下来，不是因为瀑布的水量变大了，而是因为这是真的下雨了。我们现在走到一半，他妈下大雨了。我个人是觉得幸好我们有先来了，我们就来当作近距离探访这一次的超滑。该来的还是躲不过嘛。不过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啊。所以在暴雨下下来之后，我们也很临时的决定到刚刚经过的阿达爱玉来刻个爱玉，顺便躲雨一下。在吃爱玉之前，首先我要非常感谢自己的老板和老板娘，虽然不知道他们看不看得到啦，但是因为这一天的雨，新闻终于预测对了，真的是吓爆了。所以在我们还在步道中水深火热淋着雨的时候，老板和老板娘真的非常贴心，拿了塑胶袋帮我们把每一台车的安全帽盖住，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啊。各位如果来到蓬莱瀑布，一定要好好支持一下这里的爱玉。刚刚老板娘说呢，这个雨会下好几个小时，看来我们光吃一碗爱玉是不够的，不是我们要点十碗。我们应该等那个雨停，然后我们就直接去民宿了。对，因为云林之兄那边如果下雨的话，那个地板很危险的、啊，在那边待一下，等雨小一点。对对对，休息一下。我们有爱玉，现在就准备来吃我们的爱玉了。OK。我们呢，在这边大概待了应该有一个小时了，待到这个我们这边人非常好的老板呢，请我们吃梅子。
爱玉雨是变小了没错，但是我们也要准备继续出发了，所以接下来从草岭到峰山的这一段路就直接来个雨站了。说到我们今晚下榻的地方，就不得不从我们这一趟原本的目的地说起。相信看到这里，在这一次带观众去骑车的报名刚开放的时候，有报名的朋友们应该会有个疑问，就是啊，说好的特富野嘞？没错，我们这一趟其实原本是要到特富野达邦部落来一趟周族飨宴的，但是因为报名结束后的一个礼拜，特富野步道、特富野古道宣布整修到明年的七月，所以只好很临时的更改行程。也很感谢这次报名的观众们可以体谅我们临时更改计划啦。虽然说这次因为疫情，原本的人数也少了一点，但是零零总总加起来还是18个人，临时要再找住宿，真的也是蛮困难的。最后才终于找到了同样位于阿里山的峰山。路线说简单，但其实又不太简单。从蓬莱瀑布出发，简单是因为我们只要很无脑的一直骑在149甲上，接一个左转就可以到峰山了。而不太简单是因为出发之后，这个雨完全没有要变小的意思。下雨后的149甲路面上会瞬间多出很多树枝落石，加上路况本身就不是说很好骑，蛮多发夹弯的，所以这一路我们一路上骑着时速不到50，打算一路归到峰山。在149甲上大概骑了超过30分钟，经过了云家隧道。这一个隧道让我想起了上一次来到云家隧道的时候，是一个超级大太阳的好天气，一出隧道就可以看见右手边壮阔山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就这样在磅礴大雨之中不断来回云林嘉义嘉义云林。过了云家隧道之后，我们左转接到了社后坪至峰山部落联络道路。刚进入这条产业道路，路面就像被轰炸过一样，满目疮痍，满满的树枝躺在柏油路上。右手边的山势被浓雾盖上了一层白沙，若隐若现的。某几个路段，路面上的落叶真的非常多，两边的树木也长到我们头顶之上，加上开始暗下来的天空，骑到这里真的越来越有探险的感觉。大家对于阿里山的第一印象通常都是神木啦、奋起湖、森林，但是其实阿里山国家风景区涵盖的范围真的非常大，这其中也包含峰山。峰山位于三个县市的交界处，海拔超过700公尺，四周则是被超过1000公尺的高山围绕。曾经有人用脚踏三县界、手捧三溪水这句话来形容峰山，而其中三县界云嘉南、云林嘉义南投，三溪水则是蛟龙溪、石鼓盘溪、干坑溪。这三条溪水分别从北方和西北方相会，接着汇入清水溪，就是今天我们在草岭一号隧道前停留桥下的那条溪啊。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河床，远方被云雾笼罩的高山，也只能算是我们进入峰山的起点。峰山的门户还要从这个石鼓盘大桥开始说起。石鼓盘起冷暗社指的就是现在的峰山。在921大地震之后，原本连接村外的联络道路居居了，峰山也变成了那遥远的一方。直到民国96年，这一座长140公尺、宽7.5公尺的石鼓盘大桥整建完毕，才便利了峰山部落这里的交通。而说到部落，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阿里山周族的故乡，但是在这里的居民很特别的，是目前在阿里山的范围中唯一一个汉人的聚落，同时也是目前台湾地势最高的平地农村。今天我们住的民宿峰山观景民宿，不得不说真的非常偏僻，偏僻到 Google Map 在这里也起不了作用，一直叫我在西床左转，最后还是停下来看了一下手机，接着骑在这最后一段，也是今天我们骑的所有公路中路幅最狭窄的一段路。
不敢想象如果这时候有车子要下来会变成怎样的情景。骑完了最后一段路，我们终于抵达了今天的住宿点枫山景观民宿汉人聚落。当天在地人给我的感觉好像是要讲台语才会比较亲切，讲国语反而好像会有一点隔阂的感觉。到了民宿之后，马上先冲了一个温暖的热水澡，接着我们也准备吃饭了。我们终于活着到民宿啦，终于活着到民宿啦。枫山这里因为地理位置偏远，猫咪很多，但是在这里营业的店家却不多，所以民宿会直接提供晚餐，也算是蛮特别的一点啦。而今天晚上我们吃的同样也是风味餐，汉人的风味餐，还是比较合我的胃口啦，吃起来真的就很像那种家常菜的感觉。时间已经来到我们6:30了，我们终于到民宿了，刚才淋爆了好不好，然后现在我们要准备吃我们的晚餐。今天呢，我们的晚餐呢，风味餐，是啊，我们有鱼，没有，我们有香肠，我们有茄子，没有，是这个，我们有豆腐，我们有菜，我们还有汤，可是我们没有台北骑士，他半个小时之前跟我说一个多小时才会到，其实我蛮担心他，因为我们刚才上来那一条路啊，路太小，天色又暗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危险嘛。我刚才有跟他说，就是你骑上来的时候要小心，对，而且重点是他这边也没有路标，枫山观景台，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观景台，对吧？对。对，我就不知道是民宿。哎、欸，你刚刚停在那边，我以为我们是要在那边录，吓我一下，没有，那时候找不到路啊。我想说那边看起来不像有民宿的样子啊。对啊，我想对啊，是我才停的、啊。对，脚本打到这边，我才发现台北骑士还没有来啊。这一趟真的是辛苦他了，从出发前一天一路骑到今天晚上，也真的算是骑爆了。所以呢，一定要给他一个热情的掌声。我们掌声欢迎台北骑士，辛苦了。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兄弟，太难了，你这一趟真的太难了。你先脱衣服，好可怕的。你实在太厉害了。你这样骑多久？11:00开始了。今天啊，今天我们大家车子都骑得非常的少，都在走路。对，那唯一的车子骑爆了就是台北骑士。而且我从昨天就开始骑了，你说你车坏了，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漏光。汽油，好危险的，超危险的，半夜才回到台北。好了，你们先把雨衣脱都行了，早上班，对啊。太厉害。虽然今天到了晚上才看到台北骑士的踪影。不过明天他即将继续跟着我们骑爆。吃完晚餐，接下来就是大家期待的抽奖了。这次抽奖，首先感谢 Funk 水旅包赞助4个包包给观众。Funk 水旅包是个在我们出门骑车、健行、露营，甚至是逛街的好伙伴。10个可以分类的收纳空间，内部同时还有4个魔鬼毡的隔层，方便我们分类自己的物品。在包体背部的手机防刮风隔袋也很方便，可以收纳我们的手机或是钱包。包盖打开只需要一个动作，就是把它翻起来，就可以拿取内部的东西了。富有机能性的同时，外形也简单利落，靠自己就能站起来，适合背着上山下海。2种材质，耐刮防泼水，满足我们对于轻巧便携的需求。这次这个厂商呢，又提供给我们观众抽奖。在我这几天使用下来，我是觉得蛮好用的，然后也推荐给大家，好不好？接着感谢 Insta 360赞助360 One X2 这个产品，在我自己每次机车旅行已经算是必备的相机了。出发之前相机开着，不需要调角度，很无脑的就架了起来。没有它的话，影片还会不知道怎么剪。感谢224厂赞助苏菲产品一份。224厂的产品，不管是在平日忙碌的生活里，或是露营野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轻松无压力的方式来烹调我们的每一餐。包装打开，照着说明书上的步骤，一步一步，连我都可以很轻松的做出一个真正的潜艇堡。最后特别感谢自己赞助贴纸4份，鲁特会把这次赞助的厂商连结贴在这部影片的资讯栏下方，有兴趣的朋友们也不要忘了在看完影片之后去他们的网站看一看哦。今天这个是我们的4人房，装潢也是蛮不错的，好不好？2张双人床，它这边还有一个这个阳台的话，隔壁也是4人房，所以有阳台。
左边也是四人房，所以有阳台。接下来这个现在亮亮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部落。现在雨虽然又开始下下来了，但是我明天呢，希望不要再下雨，好不好？明天我们就要去好好走个步道。晚安啦，各位。这样出来住第一次要跳电，为什么我期待半停电？好像是，好像是。等一下，我们必须要还原一下蒙特哥今天说的，这里呢就像三十年前一样淳朴的村庄，基本上呢它应该是要没有电，同时开三台吹风机，它就跳电。房间里面也没有电视，因为同时开五台，它可能不会跳电。那准备吧。从现在开始，我们连房间里面的电灯呢也不开了，一间开十分钟，不是，你们先关掉。吃完晚餐，小酌了几杯之后，我们也接着休息，准备明天继续我们未完的行程。早安，现在时间呢已经接近我们的7:30。早餐呢，我们这次住的这间民宿，它我们一共是付了1300多块，快1400块。然后这1400块里面有包含昨天的晚餐，还有今天的早餐，再加我们的住宿，所以个人是觉得算蛮 OK 的，好不好？早餐我们吃的是暖，他已经帮我们非常贴心的准备好了。早餐，这是我们配菜。现在我们就准备来好好吃我们的早餐。等下吃完早餐之后呢，我们会去一个叫石鼓盘步道，后面还有一个蛟龙瀑布。我个人是觉得在这边的这个 view 是非常棒的，后面可以看到整个峰山的全景，好不好？虽然我是觉得这个部落不大啦，但是这样从这边看下去呢，个人是觉得也是蛮壮观的。旁边的地势比较高耸，山很高，那中间这一块是平的，所以这边就有点像是一个碗，非常帅气。接下来我们就好好欣赏这边的这个美景呢，再搭配我们的早餐。哥哥，早上6点多起了个大早，吃完早餐之后，我们也准备往峰山附近的几个景点走一走。第一站，台湾之龙蛟龙瀑布观景台。从这里呢，我们民宿这边其实就可以看到，有没有？上面那里就有白白的一条线，那就是我们的蛟龙瀑布。所以我们现在呢，准备要往下，然后它那边有个观景台，我们要去观景台看一下，准备出发了，走吧。从民宿出发，我们沿着小路一路前进，经过昨天的大雨轰炸，这里除了秘境这两个字，其实我也找不到其他形容词来形容了啊。接着再经过一早就差点走错路的行程，我们从路况相对良好的柏油路转进了这一条没有路名，在 Google 地图上也不存在的水泥铺装路面。这条路是不会说到真的很难骑啊，只是沿路的路面上会有蛮多青苔的，加上有一两段是有着超大水坑的，一路上顺顺骑，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从原本两边是田园农村的景观，我们随着路径一路往上，随着路边的杂草多了起来，山泉水也会开始从水泥路面上往下流泻，水量真的是蛮大的。可能也因为这样，所以在有山泉水流进的路面湿滑了很多。如果想要来的朋友，一定要非常注意这里的路面状况，因为连走在路上都会觉得很滑。从民宿到这边呢不算太远，蛮近的，不过大家算是骑得蛮陡的，你要开车来这边的话是可以，可是要注意观景台我们是从这边走上去，但是停车的位置呢就只有这一块地方而已，所以如果开车来的话要斟酌一下啦。等一下呢我们就准备上去我们蛟龙瀑布看一下，好不好？走吧。就这样带观众去走路，我们准备往观景台前进，但是在走了大概不到1分钟吧，我们就到了景观台了，它其实就走上去一下下就到了。哇，真的很壮观呢，全亚洲落差最高的瀑布。龙这个字主要是形容湍急的水流，又或是下雨的样子。在日治时期，台湾之龙也被日本人称作是大龙，意思是指特大瀑布的意思。而目前这个瀑布则是被称为蛟龙瀑布，位在塔山下的世外桃源，是目前台湾落差最大的瀑布，在世界上甚至还排名第八，高度落差超过800公尺，大概是1.6座101的高度吧。不只是台湾最高，甚至还被国家地理杂志列入亚洲落差最大的瀑布中。而要看到这么完整壮观的蛟龙瀑布，
除了需要经过长途的跋涉，还需要天时地利的配合。蛟龙瀑布属于季节性瀑布，只有在大雨之后才会出现，就跟昨天我们在149甲线上看到的幽灵瀑布算是同样属性的瀑布啊。而就算是季节对了，在塔山这里的气候也是飘忽不定的，常常一到下午，云层就聚集到了瀑布的顶端，甚至是把瀑布整个笼罩起来，很难看到它的全貌。昨天的雨刚好让蛟龙瀑布的水量暴增，今天能看到这个景象，可以说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了啦。非常的壮观，虽然称不上气势磅礴了，好不好？没有，我觉得那个气势磅礴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那个瀑布的水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它落水的声音，所以才会气势磅礴。哦。可是我们现在看着它呢，我们只听得到旁边它流很久的河。它已经从那边流到这边，说不定流了三天了吧，才到这边。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视觉上面是震撼的，可是听觉上面呢还好，没有那种哦大自然的共鸣声音，没有。个人还是蛮建议来的啦，看起来真的蛮壮观的。我是不知道瀑布冲下来的水是不是真的流了三天三夜才流到这里啊，但是从景观台距离蛟龙瀑布，印象中看空拍机的距离应该还是要再往前个2到3公里超过吧。在这里你所认知的视觉空间真的会被高耸的山脉、壮观的瀑布压缩的分不清楚距离。不过在峰山这里，鲁特是觉得从我们住的民宿的庭院中，甚至不用走到庭院，在房间里面往外看，肉眼可见的瀑布呢就有超过三座了，真的称得上算是瀑布的故乡了吧。在这里因为坡度比较陡，虽然停车的时间会比我们停留的时间还要久，不过以更近的距离看见蛟龙瀑布之后，也算是可以生无可恋的离开这个称得上是秘境的地方了。离开蛟龙瀑布，我们接着继续前进，准备来去石鼓盘步道走一走，亲近大自然，带观众去走路嘛。回程的路比去程好骑了一些，在这边注意速度不要过快，苦拉机也不要全部拉着，一档慢慢从上坡往下滑就 OK 了。在我结束这趟行程之后，把照片 po 上脸书，其实有蛮多观众私讯我说，穿短裤骑690不会很烫吗？会，超烫。不过因为出发前两天的车祸，我的右脚脚踝还有大腿外侧目前是有一片伤口的。出发当天原本是想要穿着靴子出门，但是当我换上了长袜，右脚伸进了靴子之后，伤口跟靴子摩擦摩擦，眼泪就这样差点飙了出来。所以最后又很临时的换了更轻便的服装，简单包扎了一下伤口才从家里出发。鲁特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来峰山的话，不要跟我一样，还是要穿着长裤靴子啦。因为这里的路面呢，大部分都是偏向那种潮湿的路面，长裤靴子还是比较安全一点啦。离开了蛟龙瀑布，我们继续骑在峰山的小径里面。跟昨天傍晚时分下着倾盆大雨的景象比起来，今天一早的峰山就显得清和许多了。不管是竹林还是田园景致，骑在这里都能感觉到非常放松的气息。而就在我们即将抵达石鼓盘步道之前，我的心思全部都被这座吊桥吸引了。如意吊桥在网络上的资讯也真的非常少，不过据说是在莫拉克风灾之后，峰山村里的中心岭联络道路中断，后来才在这边新建了这座吊桥。吊桥可以承重 3.5 公吨，所以连汽车也是可以通过的。桥上呢，还会有一只米格鹿摇着尾巴欢迎我们。虽然说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骑在吊桥上面了，但是我们这一团大部分的人都是第一次骑在吊桥上，对大家来说还是很有新鲜感的，每个人都止不住心中的激动以及笑容。视线转移到吊桥下方，这里的地貌原本也不是长这样的，在经过几次的地震以及风灾之后，溪床上多了很多大颗石头，石鼓盘这个地名也跟石头有关。越往峰山村里探索，不难发现在这里的生活步调甚至是建筑物，这目前看起来真的算是比较老旧的啦，新房子很少。这个就必须要说到林务局了，峰山同样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的范畴，所以自然就受到林务局法规的限制，
去过阿里山的朋友们，相信大家还是会以台十八线作为主要的观光路线啦。甚至连我自己去了这么多次阿里山，也都是从台十八线往返的。同样的，峰山在看到了老大哥台十八线观光产业这么的蓬勃发展，自然也会想要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观光游憩系统嘛。但是碍于法规，村里的义乌伊瓦是不能擅自耕动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在这里的店家逐渐失去旅游的竞争力。但是变相的保留下来的是比前朝更重要的东西，自然与淳朴。我是觉得在这方面就各有利弊了啦。以游客的角度来看，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从店家以及在地居民的角度来看，我就不知道了。就像大家说的，你可以没去过阿里山，但是你不能不知道在阿里山里面有峰山这么一个自然而且原始的村落。我们现在来到如意吊桥，这里是当地居民他们会日常通行的一座吊桥。很特别的是呢，这里是可以骑车开车上桥的。那我相信对这群观众来说，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应该都没有骑过吊桥，我刚才有一一询问过他们的。所以虽然即使这里跟我们的目的地不是那么的符合，我们还有一点小绕路，绕出来一点点，可是我觉得没关系，这对大家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旅行嘛，在路途中呢，有看到什么新鲜的、新奇的，就去尝试看看就对了。那我也很开心可以让他们人生中呢多了这么的一个经历，非常棒，好不好？ Go go！有骑过吊桥吗？没有，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吧，蛮酷的，对，很特别的体验，对对对。有发现我现在跟台北骑士一样震惊吗？有啊，蛮特别的体验。有啊，我不会，没有这样子吗？我是开玩笑的。哎、欸，你有？我有。自己讲什么话都不知道，超不负责。干，你不要笑那么猥亵好不好？我很清楚的让台北骑士认识自己。而且我觉得啊，就是我要见到你们之前，都会遇到一些苦难的事情。哎、欸，对耶，骑脚踏车的时候嘛，脚踏车坏掉，变 U bike 嘛。然后那天来的时候，那个吊箱，其实这个梗我们昨天用过了。那我们遇到我们不是破轮胎啊，不然是破油箱。对，一开始在想说你是不是不想来。对，这个精神非常值得赞许，非常赞，好不好？这一座吊桥就让我们这一群都市人玩了超过一个小时，直到民宿check out的时间快到了，我们最后才决定不去石鼓盘步道了。峰山嘛，只要你有来如意吊桥，就等于有来过了。所以我们沿着原路回到了民宿，准备把东西收一收之后，正式展开我们今天的行程。在民宿把装备收一收，接下来我们准备离开峰山村，从昨天来的联络道路接回149甲，我们在这边左转。从昨天开始，我们也算是完整的从山下的149甲一路骑到149甲在游车寮的终点的啦。在这边我们转入162甲往眉山的方向继续前进。162甲这条公路跟149甲真的称得上算是好兄弟了，同样是支线，但是都比主线还要长，里程超过46公里。沿途的路幅狭窄，但是随着公路的蜿蜒，可以看见远方的山在我们眼前来来回回。高山茶园在这里随处可见。骑了一小段162甲之后，我们接到了166县道。今天的午餐地点对很多观众来说其实是不陌生的，青叶山庄。在第一次我们带 KTM 的车友们出来骑车的时候，青叶山庄就是我们的最后一站。不过上次没有介绍太多，未来第二次就是因为上次吃完之后觉得口味真的还不错，所以这一次呢又再一次选择了这一间。如何觉得如果大家有到阿里山、眉山甚至是峰山，都可以顺路来这一间吃吃看，口味我真的蛮喜欢的。来了两次，两次都吃了超过四碗饭。这一道啊，在我上次来到这边的时候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好，赶快吃好不好？辛苦各位了，刚刚那一段应该算是这两天以来骑最久的一段路，赶快吃好不好？赶快吃。我们先来吃看看刚刚鲁特哥讲的那个笋干扣肉，断，有一种蛮顺口的味道。对对，是我喜欢那一种，是你喜对吧？是你喜欢那一种，对。那看来我们两个口味就是差不多的啦。不，嗯，不是你喜欢的那一种。哦，有啦有啦有啦。啊、哦，有好吃是不是？有啦。所以这一道呢，你以为是来吃肉的，可是其实它是喝汤的。那个，我们现在刚吃饱，我们准备去这一趟旅程里面最后一个点。1314观景台，想要用那边作为这趟旅程的 ending 好不好？因为上一次呢，我们已经在这边结束了我们的行程了，这一次来点不一样的，继续再往前骑一小段，准备要出发了， Go go！
吃饱喝足，我们也准备前往这一次的最后一个景点1314观景台。吃饱饭后，我们沿着166线道往回骑，回到了162甲上。1314观景台就位在这一条162甲上。要前往这个观景台，首先我们必须先经过一长段小径，路幅狭窄，但是随着路程的爬升，周围的景色变化得很快，从树林之中到茶园之上，不到1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好像穿越了空间的限制，一转眼来到了这一个展望很好的地方。1314观景台位于眉山的海曙山，而台湾有两座同名为海曙山的山，一座位在花莲秀林，而另外一座则是位在我们今天来到的眉山。海曙山这个名字真的非常特别，是日本人取的，原因是因为在这座山中曾经有很多飞鼠，海拔1309公尺，从这里可以看见360度死角的茶园景观，以及附近各座山的人线最高点，空气清新，茶园就像是在我们的脚下铺上了一层绿地毯。而为什么叫1314呢？原因就是因为这里的海拔1309公尺，再加上这个爱情塔5公尺，就变成了1314公尺，可以说是这座塔多一公尺少一公尺都不行啊。而其实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来到1314观景台了，之前来过一次，但是那一次雾气真的太浓了，在这里的观景台我觉得有一点雾气更能凸显出它的神秘，不过那一次真的是太雾了。而这一次来的时间刚刚好云雾弥漫，但是这个云雾又很刚好的，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在1314这里算是我们停留了最后一个景点了，所以大家在这边话也变得越来越少，虽然风景很美，但是心情却因为这趟旅程即将结束变得不是那么的美丽。我觉得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1314观景台还是不要排在最后一个景点会比较好啊，那种心理上的落差真的是蛮难受的，风景这么美，但是欣赏着它的同时内心却又是如此的矛盾。我们现在来到了瑞丰1314爱情塔，那其实来到这边呢，我第一个感想呢就是跟我上次来的完全不一样。上次来的画面呢，相信刚刚各位也看到了，非常的雾，一整片全部雾蒙蒙的。不过就在我们刚刚来到的时候，原本呢也是要起雾的，但是可能是因为有我这个情男吧，老天爷呢马上把那坨云雾给它散去了，现在又出现了非常大的太阳，好不好？在这边是会有点热的，觉得甚至如果我们今天待久一点的话，说不定可以看到夕阳。可是没办法，因为我们这一趟行程这边就是最后一个点了，带观众去骑车 EP3、欸、我觉得这次还蛮好玩的、欸、还是只有你觉得好玩？对这一次我觉得这次真的不错啊，可能是有台北骑士，然后又有小胖加持，真的。明明是大鹏哥，你知道我们感谢我们的大鹏哥。不是啦，你这样我会被他观众啊，没有，不是。台北骑士哥是有大鹏哥的气质，好不好？哦、大鹏哥的气质、啊，对。这一次有这两位加持呢，个人是觉得第一个就是好玩呐、啊，然后干话又可以讲很多嘛，然后到一个点之后呢，怎么样不怕无聊？哎呦，我们这次带观众一起骑车第三集呢，我们来到了瑞丰1314爱情塔，这个地点呢也是我们最后一个地点了。同样的，我们请到了后面这群人呢来跟大家说再见。1、2、3，老师再见，同学再见，大家明天见，再见，好，下课。那这一趟两天一夜的带观众去骑车，虽然说我们在出发前一两天就陆陆续续的有一点小意外发生，但是到了行程结束，一整路上也算是骑得非常愉快啊。不过我对于这次的心得还是要说句一样的话，两天一夜真的是太短了，尤其是加入了小胖哥还有台北骑士之后，停下来就是一直在拍，完全没有休息。而原本从149甲到峰山，我们也还有两三个景点都没有去到，真的是蛮可惜的啦。不过我们同样的留点遗憾嘛。最后真的很推荐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前往峰山这个时光静止的地方，体会一下你所不认识的阿里山。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如果看完这部影片，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在面下方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我是鲁特，我们下次见咯，拜拜。我脚短怎么样？你要发动啊！你不会啦，不会啦，挡车的，我也是要垫脚啊。我要骑我的车。哎、欸，我们才刚上来这个瀑布，过不到十分钟吧，已经有人开始抱怨了。对，全部的瀑布为什么要来这边看？你是对你是对哪一个不满？哪一个部分对他不满啊？你做了什么事？我刚刚推荐他要来看这个瀑布，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话啊，我们房间就看得到瀑布，为什么还要走路？为什么还要走路？然后你这句话怎么比较像是我会讲的？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各位观众，我们在九龙瀑布。你有习惯我的 tempo 了吗？有啊，有吗？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跟这一起拍？你为什么对他？等一下。欸、你有一点鄙视的脸哦、喔，帮你制造一点反差。我刚刚好像没有看到你跟我们一起喊喊，对，虽然你在我后面，但是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对啊，再下一次，下一次，没有，他还没有跟上。对，你的脸可以再恶心一点没关系，你真的超恶心，是不是？我没讲错。你把眼镜拿下来，够了吗？尊重一点，尊重一点。因为他妈的，这个雨也太大了吧！看我这，我已经完全在洗头了。现在你这张脸啊，搭配后面的景色，100分哎。你这是包还是扁啊？包。对。对啊，这是包啊，是胖。看看你的表情，再说一次，包还是扁？包。鬼才相信。嗨，李赫，安安你好。你要介绍你自己。我叫爽棒。很好，我今年40，我今年40岁，我也是有自知之明，真好。对，大家好，他是小胖啊，我们没有否认的、啊。没有，我叫张小胖，今年40，膝下有两子，好吧，这样对吗？他不是树，好吧，他是屋顶。好像没有很开心哦，这有点失落。这次除了小胖还有那个台北骑士以外呢，我们阿贤还有我们的芭拉都来了。那我上次看到芭拉的已经不知道多久以前了，去年24呢。对，然后他现在已经变胖了非常多。哎呦！哎，尊重一点，尊重一点。你只能说他变大了一点点。他梅子的果肉蛮软嫩的，然后有点酸酸的。哦，没有，很酸。我觉得很甜哎。好，你等一下直接回家。幸好我个人是还没有出什么内裤啊、内衣啊，不然我猜下一次可能就有人出发换内裤。